来上你们的节目，很难得回台湾。是，为什么我刚刚唱歌的时候有一只迷你猪在那边跑来 and 跑去？这叫迷你猪过盖锅猪一点。请你不要这样讲我的好朋友，他是蜡笔小新。哎，是多妹妹的讲啥物，我拢接受。啊，有得问啊。真的呀。啊，咱两个真正好朋友。真正好朋友，我讲罗碧玲吼，无伫咧台湾这段时间吼，我那关全社区拢拢讲咧，啊哟，罗妹妹是走去倒，这半年拢无看我去上海。哎呦，伊也不伫台湾的电视上足歹看啊。哎呦。我踮咧上海看台湾的电视吼，嘛是感觉无我足无聊的。没有呢，啊罗美美人生做水，啊话阁咬够，对啊，吸引力阁强，对不对？哎，罗美美个起码身材阁保持，是啊，我查过，我查到底吧？你看麦个，哎，我哪有？你讲，我来讲哈。吾毕生致力于养颜美容瘦身，把自己搞到很好，夙夜匪懈，从无懈怠数十余年。哎呦，把自己搞这么好，你让我们搞一搞嘛。很简单嘛，每次人家问我说你到底是怎么保养的，很老实告诉你，就是钱堆出来的。真的吗？哎呦，真的啊，铜板还开机啊。不是不是啊，像我要抗老化，对，一年不就25万？哎呦，哎呦！可是我告诉你很赞哦，25万换25岁的体质哦，真的哎！我的健康报告表可以拿出来做模范生哦。真的吗？很可怕。那拉高的话要大概花多少钱？拉高的话呢，非常简单，就重新再来过一次。一掌金刚呢，那吸起败掉，差不多会管的。掉掉掉！讲到这个哈，我跟罗美美的交情大家都知道了。对哦，秀场的现场的革命情感，靠，起码喝一两喝。凡哥拢同款，哎呦！但是我这个面哦，实在有影去哦，罗碧玲非常去。我哪有跟你去用？我讲我较早是落烟斗的哦，你真唔系你妖秀啊！哎呦，我在烟斗，我实在你唔捌看你烟斗。喂，啊，就时阵啊，罗碧玲叫我去美容，怎美容要拜？我跟你美容干拜？你甲我介绍一挂医生，甲我美容，甲这个咪好高级啊！我听讲你做主管这种美咩东西，别当。我即马甲你讲，来各位观众来看一下哈，来笑起来时阵。鱼尾纹出来了，肉毒杆菌要打一下。如果打肉毒杆菌都没有用的话，你可以从这边切开，剪掉肉，然后再把它缝起来。然后这个眼双眼皮又太掉下来了，因为这边太垂了。但是如果你懒得再割双眼皮的话呢，从这边切掉，缝一点起来，这样子眼睛就会缝圆起来了。还有再来鼻子，鼻子其实没有办法再整了。干嘛都？鼻子就是死相了，这样子了鼻子可以整成像 Michael Jackson， 这个不能说垫个什么东西象牙啦，什么东西不行。可以，他已经把软骨都垫，耳朵软骨都垫上去。然后这边呢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法令纹是最难治的，但是现在有灵丹了，玻尿酸给他打个几针下去，法令纹就不见了，对，然后呢，嘴巴你这个皱纹也太多了，玻尿酸一样给他注下去。还有，再来眼袋，我告诉你，眼袋上次那位医生给你做的不好，因为你知道，人。年纪轻的时候，人年纪轻的时候，割眼袋的时候可以从里面就是这样子翻开来割，外面不会留疤。但是人年纪大的时候，自己照镜子要知道，你知道这里面几菩萨拿掉以后，那个肉都会这样子摇摇的，会多的出来，所以到了年纪一定要从外面割，然后把它嘎掉，然后再提起来，安尼。哎呦，有到有一个，我白我水的。哎，先生，我感觉是安尼哦，你也免开遐冤枉钱啦。我唔是你，唔是唔是，你归期安尼，你去看什么人哦？食药啊，注射你种烟头烟头，你该买日头，你头安换掉就好啊嘛。讲个，你安尼，你安尼讲一句，还佫请两支卡来倒啊你。啊！你还讲，他们有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你讲这，把那菜头嘞。不过咱人看久哦，看久就好看。菜头其实你讲看久情意真干净嘛，咱看久嘛，刚已经念头啊。不过唯一，但是我是只看正眼看他哇。贺大哥，你啥？你演导你都一样，都是。你的演导那是你的身材啦。贺大哥的背影，你看这种我都改变啊，这种背影看我赞。你讲这是赌神，我鬼。查者，你看嘛，不是啊，但是你的背影可以当赌神啊！啊，菜头，你看菜头，你叫我鬼，两公，敢那红姑的嘞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我你讲，你卡到底是偌长？我今日绝对要你扭看。丢哈，那是个扭，他都长腿解释，不行啊！你再有你扭一下，我来，你个扭一下。
你还哎。菜头、欸，什么年代了？你还在穿高腰哦？你真正是靠腰力。喂，哎、欸，我这是哎，做做传统的啦。哎呦，我这三十几。哎呦，九十四呢？九十几？九十四的呢？哎呦，我一百几师姐。敢不？我一百多啊，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查查某我牛，查某我牛。我牛呀！我看这做服装，我怎样？哎呦，脚好漂亮哦！看下卡一点嘛，到卡底的啦。你呐，我这，你是买看到一样啦？你过来很滚哦。我是看到大腿偌济，小腿偌济，我分啦。你是话醉啦？垃圾死囡啦！你无爱招阮过来这边。无呢？啊，你这边本来就规矩的呢。哦，这边这条裙子可以这样穿了。啊，哇，可以拉这么高啊？可以这样穿了。你刚刚量尺是多少？你家己看卖啊？不啦，他我不刚是九十四嘛，我九十四啊。对他九十四，这样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靠，卡通不用照出来啦，干部好不要看到啦。哦，一百零八。哦，一百零八，哎呦，说了耶。啊，我本来不是一百一吗？怎么会剩一百零八了？是吗？哇，他九十四，一百零八，啊，差吧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你差这么呢？差十几呢？当然差。哎，不过罗美美，你踏入演艺圈，有人是出唱片嘛？嗯，那有的人是拍电影啊，哈。可罗美美，我们印象比较不知道她拍广告。对，我现在是拍广告，拍广告，对。广告完了以后，就被庞英安导演看到了，就去演在我一次的女主角。对就去演完了以后，就陈金佩找我跟徐淑媛两个就去高雄蓝宝石作秀，作秀那我们就好爽哦，哇，去作秀有钱赚。然后那当然我要唱我的主题曲啊，再为我一次。那时候跟我们同期成长的还有赵顺、阿西、王伟忠，那他们到南部去就看到，哎，我们两个在作秀，就跑到蓝宝石来看我们。然后我女主角我去现场跟赵顺，我才唱第二天哦，下午第一场哦，他们就来看，看完就说。哦，你清纯玉女在台上唱黄歌，蔡洪腔 有吗？对，我说没有啊。他说你在唱，你唱黄歌啊？什么？奇迹？我哪有？他说你这，哎、欸，少爷，我才要唱十天呢，三十场，我才唱第四场，他就这样给我来，害我你知道，每天一上台，你这边乱去，不想还不想。我认吧，清纯玉女就在台上一直笑，然后后来我本来唱歌就走音，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叫徐淑媛，然后我们两个又舍不得请合音，就他在我在前面唱，他在后面帮我合，他在前面唱，我在后面帮他合，这样有点跳有吗？真的是好可怕，两个互相还骂说。你干嘛走音啊？说你才走音呢，两个人就这样子混了十天混完了、欸。可是了不起，你到现在还有一点走哈、哦。所以说，其实你跟那个罗美美也是在秀场认识的、哦。就是啊，就是啊，以前，哎，你们出道的时候我就在当舞蹈老师，你忘记了吗？我在那听拍的是马世立的、啊。你还等开了嘛？我马立嘎呀。可是我跟你讲啊，找他排舞哦，贵得很，很机车。很想把他打死，真的吗？很凶吗？一群人在那边等他，他是迟到大王。我最恨人家，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大忌就是迟到。你讲迟到不要看我好吗？你不是迟到，你是根本没去，不见去了。然后呢，哦，就一直等他打来了的时候，哦，那个矮冬瓜这样子，哦，我累死了。哎、欸，那时候哎、欸，我、哦、不是哎、欸，我那时候很修长哎、欸。你把修长过了、哦，就现在胖起来啊，看起来比较矮。以前嘛，瘦瘦的，对，更像小亮哥以前。喂，然后就这样子东骂西骂，骂完了，好了，开始排舞了。他就自己这样跳了一遍，好，就是这样子，你们来吧。老师，我都还没有看清楚哎。哦，我不行，我呼吸不过来，怎样？又在旁边耍大牌，一首歌五万台币。哎、欸，你如果讲到五万哦、喔，一胜你俗的哦、喔，给你当作朋友在算五万哦、喔。真的哦、喔。嘿啊，迄高情无，拢八万哇！你讲。真的哦、喔。真的啊。安尼算我赚到啊。你赚到。哎呦，安尼我搁欠你三万呢。我紧啊，去抓了给你扣起来。不过罗美美真的这半年都是在在美国，然后在上海，然后也在台湾，所以也没都没有机会唱歌哈。
就是啊，啊，很可惜耶，就很喜欢来你们节目里面唱。不不不，我们专门不是唱歌，你我们是专门来亮相的，你不要这么唱，给我唱一下嘛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要。而且你知道，我今天呢、啊、唱歌唱不好，大家一定会原谅我的，一定要让我在这个机会把它唱出来，所以大家会原谅我。对，因为我生病感冒，對啊、重感冒。哇，还咳嗽。那我们去演一段那个医生打针的或者什么样，我们过去吧。你怕你够了，你敢把医生打针呢？你半天大声的唱歌，你有法度感动来这歌词跟伊的感情。嗯，那听你听罗妹妹唱歌，你也看到这个金狗这个舞蹈啊，我听了一个好笑的歌词啊。这是没有错。你们可以尽量不要听歌，然后就把那声音关起来，然后就看我摆 pose。哦，那种肢体语言就肢体语言对吧？我唱歌真的唱得不好听，但是我很用心。不然你跳舞，你就抓你跳舞，那个形体有正经外公哦，人安怎看就这嘛不是修仙，可是什么楚留香那种的。我你在跳舞吼，你观众比你看有感觉，安怎伊拢重点在跳？哦，是这样，本来哦。这拜人是不够老好啊！养完一个安尼，对我修一个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哪是？我养死你啦！我刚刚对讲安怎走啊？我跳好呢嘿！啊，罗碧玲，你养个员工，你的表情要跳好，好帅，穿着完美。等我上海做的店要开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给我指导一下。哎、对, 对, 对，而且你那一次一定要打扮成小丑，把它化了。不要啦！哎、欸，不是，你要找七个另外六个配角，七矮人啊，那喂，白雪公主，我那个是跟国际接轨的一个大型的复合式的那个听音乐跳舞的地方，在大陆跟文化结合，摇头的吗？当然不能摇头了。啊、不摇头在干嘛呢？我请问你啊、哦嗯，我的老板。拿2500万人民币等于1亿的台币。哎呦！你如果来给我摇头的话，我店里又不能卖摇头药，我又不会卖。你在外面给我吃药进来，给我买一瓶水30块，坐在那里，按照我成本要怎么样？对，毁掉了等一下公安都来摇头了。你那老板出那么多钱开那个店干嘛呢？你叫他到台湾来跟我认识，那个大家交个朋友，对不对？我规去叫伊跟你熟识，不如叫伊去死好啊！不是的，我是讲，你敢是安尼讲，你无和伊和伊熟识了再去死。那是安尼，我先和死好不好？我家己来就好。我来讲，假使咧野林做副业，还能有成功啊？对啊，菜头也是上高手，红顶艺人做家里好行情。最近做瓜皮啊！哎，今麦未歹啊！今麦未歹啊！今麦拢在国歌啊！真的哦！当初是伊做红顶艺人，当你艰苦的时阵哦，哎，捌安尼扶一下要几亿的呢？有啊！你卖看，哎，你卖看人下方的呢？气票有够的啊！机票达条贵，对啊！扶一下达条升，是哎。你嘛像个贺大哥假借钱，那胡扯我都清醒。那这样哦，借钱。你讲个什么？我只有都有啊。你讲，这次华人也无啥会对吧？啊，你做副业，菜头主都要做红顶艺人，干嘛要做别行？无，干嘛做红顶艺人？那罗美美最近在那边做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钱赚一赚，弄一弄，就会这样想说往前面看一看。哎，不是，好像不能搞这个搞一辈子、啊，万一没得搞了怎么办？对，总要出去，总会凋谢，对不对？对，总要出去转一转。第一次出去转，不是开鱼翅店吗？鱼翅燕窝，哦，在那个机场那边嘛。对对对，后来不是戏豆豆豆，然后做股票戏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总是要为后路着想，交男朋友豆。一波戏，但是我斗。所以你这个都在搞烟斗，我用烟斗的想法很害我讲。你嘛搞伊看卖啊，你走也走袂去啊，对不对？我迄个是在玩烟斗啊。伊搞伊哦，行出去，罗碧玲斗。是吼。不过罗美美你安尼出国遐尼济，你敢斗也上好耍。其实每一个地方。都有不同的感觉，都有它的特色。譬如说拉斯维加，拉斯维加斯简直是噩梦一场。为什么？哎，你卖布的货，你布的啊？毕竟啊，在拉斯维加斯多可怜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天去，一下去就输了10000多美金，我就啊，10000多哎！我想说10000多怎么办？我总共只有10万，已经输10000多了。哎呦，要唱多少首歌才唱回来呀、啊？然后就很心疼，要回去。然后一下来看到杨凡，我就好高兴。凡哥，凡哥，你赌神呢？赌圣呢？哪有哪有？你等一下赌什么？我跟你一起赌好不好？我输很多了，输10000多了耶。可是我现在在忙哎。那你等一下什么时候会下来？我大概等一下就下来了。我等你。哎，伊讲等我，我呢心肝呢想讲啊，这边安怎？哦，这边使讲人，我要等人，咱无一等。结果呢？结果。
罗妹妹的公公一输一万几块啦，啊，我就是讲啊，这嘛应该要共赔一下呢，啊，我是无都替伊赔啦，吼，因为我嘛想过足远去啊，结果我就讲，哎，啊，那拄好看我一个朋友，哎呦，蔡大哥，哇，蔡大哥你还在笑，啊，蔡大哥保罗安诺，未歹啊，未歹哦，我你讲，哎，罗妹妹啦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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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对对对，台湾来的，对对对对，这条未歹播啦吼，未歹，哎，啊，咱合过嘿，嗯，合过，合过，咁好。我跟你合好不好？因为我输较侪，你甲我平一个好不好？我是讲好，好，我就直接这样跟他讲。结果这蔡大哥哦，直接拨落去吼，哎，差不多咧二十通分啊，因为蔡大哥敢提嘛。对，咱是用咧200块输甲1万几块，人个一倒跌落了3000、5000美金。对啊，三四个手，咱现看迄条合股迄个所在，迄扣你也浮起来，你知无？对，24000几块。别看对方真贵，安尼看咧，24000块，我表示咱已经赢万二啊，真不值嘛。这罗妹妹看我无感情啊，讲结束，没出息啊你！跟伊个蔡大哥讲结束啊，老板还佫合过啊！好，这我万二块啦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万二体等于嘴笑目笑吼，一百有够欢喜。真的呀，啊，这那个恩人叫姓什么名字？我到现在还想不起来。麦哥你袂记，迄个什么人我嘛袂记。这人我印象，我第一次到韩国去的时候。我唔知讲韩币换台币差很多，我唔知啊。对对对，我在赌场旁边，我改叫买波嘛，啊，后日台湾一天哦，去做左头哦，看到我哇，好赢啦，摕100万迄落韩币的筹码，我靠，100万啊嘞，我100万赢哦，7000几万韩币，哎呦，哇，啊，我当唔敢去，我唔敢人讲我赢偌济，我到怀疑了，紧打电话登台湾。甲通知十几个制作讲，诶，我转来，当时要转来哦，啊，你来处理，我咱这部处理掉。7000多万韩币是多少台币？我转来才讲，哇嘞，讲无，诶，肯定100万啦。差那么多。7000多万才不到100万。七千几万才100万啦。大概是两千万才换，4000万才换10000块美金嘛。哎呀，我知啦。好，我通知十几个人。等下王晶哦。我等下才讲，伊阿未等下去换遐，伊就把色捞出来啦。我后悔人通知伊好，讲这个借不借啊？我是讲，哎，我好记啊，就讲，我听讲什么韩币跟台币一比，我是讲，我好记啊。最后我是真心没做华裔耶，做华裔耶，系啊，啊恭喜啦，又是金曲奖啦，最佳的方言的女歌手，金钟奖又跟陈木金一起得到综艺节目啊，节目对，那个最近又是婚姻非常幸福哈。继续安个真好安尼吼，但是蛮早嫁的吼。我这是爱靠缘分的，以前我是不爱结婚的。不爱结婚哦？对，我以前不结婚。你跟我个性同款，以前我嘛无想讲要结婚。真的吼，啊，为什么不要结婚？因为某太强，某太优秀。哦，某太优秀。那不是安尼，是讲某太好的，某爸比赛。其实真心没出多钱，叫做曾小平呐。哎，对，曾小平真的。不是邓小平，不是邓小平，你当时差不多十通会啊，吼。对，十七，啊，差十七。听说你都是参加歌唱比赛嘛？对对。以前的歌星，大家拢为歌手比赛开戏啊。参加过很多次的歌唱比赛。但是吼，我甲现在的囡仔吼，比较较无遐尼啊，好运。好命。因为即系较好命，就像即马有真侪媒体，然后拢会使上电视来做歌手比赛。对。以前我拢是直接装卡。哦。嘿，比如讲，为着吼要歌手比赛，妈妈吼佮家己签户口。啊，因为吼有真侪歌手比赛地方的啊，因为你讲啊，你爱这个乡，你才会当来参加。比如咱这观众，比如来自大理，对哦，以前嘛大理也举行老人杯的歌唱比赛，咱若要参加，来去跑去大理挂一个。签是讲签户口到遐，签户口。对，比如讲，哎，我老实说。大理的朋友啊，我嘛个曾经引导一个安尼，所以这种艺人无人闹可能，前几年都认真，就是要做一个歌星，立志当歌手。但是伊嘛是无闹开，伊出来比赛，每一关拢总过关啦。哦，而且伊个得到一个奖品啦吼，我感觉开干嘛点难关？天空奖品上大奖摕过啥物件？哦，我印象上深的吼，就是干衣机。烘衣机。啊对，就是烘衣机，没错。你洗衫料去烘衣的。哎对对，以前吼打出来时吼就稀奇的，干嘛讲？对啊，那时候刚出来就贵的，啊我时阵就是。参加比赛得到这个奖品，啊，拄好一个标志，伊拄好要结婚，啊，阮爸拄好用这个奖品可以给伊送礼，红包都免包了。这你模仿喉咙有型无？有型啦吼，谢谢。
因为都驾驶前都拢会，哎哎，不是，因为唱歌时呢，感情拢伫迄个肢体语言的表现呐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他唱歌吼，这个伸缩自如，哦，唱歌就赞嘞。阿杰蛋嘛，对吧？哎，是俊吉。啊，俊吉吼，伊是去模仿咱台湾的模仿洪荣宏上型的，唔是干那声音型啦，连头毛伊嘛甲洪荣宏就型。嘿，爱去改剃同款嘞。啊，对啊。哎，对。以前我嘛拢只头毛啊，不要自从你剃之后，我就买过头。啊，洪荣宏唱歌的时候，也对摇现在摇球足重要，所以一定要戴一个耳机。是的，所以贺大哥你看，你看洪荣宏有没有？这是标志哎，嘿，对，这个算是监听器。啊，唯一圣公好，这个当听监听的对啊。唯一一个地方不一样，就是那个耳机颜色不同。哦，耳机颜，我今仔这卡无赶快，你看新潮，这蛮秀啦。啊，今麦啊，最近吼，我这个助理吼卡无用啊，因为我最近工作繁忙啊，偶尔吼拢家己咧接通告，安尼嘿，啊这手机啊，啊等下等下。有人打电话来，喂，哎，好好，喂，哎，是，你无搞到危机啦，不通啦，我来办哟，啊，我来办，未使，未熟，这个钻石点唱秀，无要请你啊，你等错过好嘞。哦，你看这后边这吼，哦，这家己的口头看嘞无？够无插头，哎，够无插头，还要插头哈？啊。要插到我看到你讲，最起码人学出来有这个三分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嗯，真心别来讲一下。嗯哼，其他模仿洪荣宏到了几分像？我觉得还蛮像的，就是。其实洪大哥我觉得他最近有点进步，就所谓的进步就是说，跟你以前不太一样。对，他人会跟旁边的人。会有互动哦，以前他可能比较不会有互动，以前很木讷的，对，他以前木讷，可是他现在就像大哥他们说的，就通了，嘿，啊，他现在对唱其实都会互看啊，不是说自己在那边唱而已，哎，融入自己感情，现在比较有互动，啊，你知不？对，我了解，再学一点点 ，OK， Only 有 ，Only 有，哎，不过他其实有他自己味道在里面，Only 有本身一个给他唱歌的歌本身就足好诶，对哦，也给一面保温的足好诶。加上模仿于大哥，应该模仿贵金我给丢了啊，贵金我应该行。可上次贺大哥还记不记得 ，Only 有来我们这个节目，模仿过好多那艺人的表演，一季让你收视率飙得好高啊！哎呦，啊丢啊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就是因为那一集飙得很高，这一集才请你再来。谢谢，谢谢。其实刚刚那个于大哥的声音。这个新梅最近常跟于大哥，觉得他声音有几分相像，有淡薄啊，尤其是他的低音，低音比较像，高音不像了。哦，其实要学于大哥，对我来讲是有的时候蛮有压力的，因为于大哥哈，讲实在话，再怎么模仿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他的千分之一这样子。哎呦，因为太客气了，他的确是演艺界的这个帝王啊。好像皇帝一样，帝王神雕功，帝王功唱9999神雕，他的这个举手投足呢，都充满着帝王之相这样。对，于大哥徛一下就足型啊，班头都足好呀。不然，那个比那五官太好了，对不？对啊，希腊比，希腊比，那个丁纯，你看那班，那个啊，那查那个，那查过这，而且个头又够高。对对对。但今天让他谢谢翁立友了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来谢谢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翁立友，谢谢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都是请到了一些来模仿的吼。那模仿的看几分相像，这个也是我们制作单位的一个心意的。哎，这不一样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真的要找来模仿，而且又都是歌王，对哦，真的一定要唱得很好。你讲像本尊来美猴啦，太贵了。啊，丢了丢了，对不？太贵了。无啦，较无闲啦，迄个钱无关系啦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无可能请啊，叫恁大白来啦吼。无啦，但是无要紧啊，迄感觉成足重要呀。好，观众朋友过来，快点唱一下，来，飞哥。好，至于逆上。那个草蜢啊，人鸡公，鸡公啊，皮破跳，对。这段歌，这种歌，我一听我才讲，这种歌是叫老虎做的歌。嘿，好，民谣歌王小刘大哥，不会老虎做啊来。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一位模仿刘福柱的来到现场。哎，真的吗？每一个都是模仿的好像啊。不是，因为就模仿小刘，头毛都剃了，大声剃掉嘞，搞不完呢。因为吼，这些歌段其实真的没有人有办法模仿小刘哥哥。哎，我可以自我介绍一下。是不是想过我做老虎啊？哎，你骗笑。你讲你什么？小刘哥哥吗？你讲你什么？确定。我讲我老虎啊。你假？那老虎做没讲伊是老虎，伊拢讲我是小刘。无啦。哎，这不是个啦，不是个啦，老头头毛是安尼啦，老头头毛叫做乌嘞，乌嘞，不是哦。哎，我你讲，今天我无你骗你，今天绝对有戴面具。我你讲，这面具叫乌鸦嘴。好啦，
我刚刚说，我刚刚小刘生了什么卵？我问看卖啊。硬要甲我掰掉。你卖啊？你讲，后北叫面啊，北下面呢？不是啊，你这无戴面具哦。我你面啊才行。我咋的？你面型无去，你连头毛我就行了。这可能一定假头毛。哦，你都错掉，伊面跟另外一个。我这吹干的定型了嘞，这定型。但是，我你讲这捧一下，无遐简单呐。你凊彩要甲八点档、袂点档，胶水铺太济。哦，你安尼也较铺较顶关系啊。也较铺较顶，你讲话咧。小弟，你讲你小刘，我看你三秒，我知你是不是小刘。安那讲，目睭得不要紧。一、二、三，给。那小刘的老板有一边。那是真多时间摆钱，这么难背啊啦！我比划呀，比划啦，比划对啦，比划啦！啊，你想来摆钱是吗？不啦，那不是摆钱啦，你说你明白？你说你头前两个是假，所以讲你讲真的，我不相信嘛。你两个假，我哩挂只赞的，你真正赞的？赞的，不然什么说假？什么我做？不啦，有影啦，因为遐小刘哥哥啦，你讲话就是安尼啦，什么为了假？搞有影啊！所以今天老板你讲，对啦，这么说什么老板有？嘿啊，不是。那是水汪汪的，对啦对啦对对对，这鸡鸭都来行啊！你怎样？水汪汪，他那看到水汪汪的，把军师拢摆起。对了对了对了，小刘的，你别看呢，伊伫民国七十六年时得到国家金鼎奖的肯定咯。哎呦，十五，七十六年时喏，迄种跳舞是十五个对，十五，我第四个，无，唔免啦，免啦，安尼就安跳舞跳舞啦。第三，带查某囡仔现当红，红笑光，和查某囡仔笑光各爽。有啊，即卖时代，上要去现当红啊。就是那个草宾馆来的，哎，你哪来？啊，这个要希望，嘿，真巧。我那是有钱人嘛，无钱车证都会使啊。啊，真巧，对，车证。阿航啊，就较袂晓。啊，对了，阿航高一人。对，阿航啊，高一人。对了，伊较别人讲去谈查某囡仔，伊拢开钱较济。你靠，要我开钱较济，有查某囡仔这样来袂够。那之前张姐做秀是主秀，才有这么多的特别来宾，都咱的中华给咱出场呢。谢谢谢谢。今天真的人缘不错啊，谢谢小刘哥哥都来了。因为吼，我同早期是甲陈家先生嘛，啊不也是甲小刘哥哥合作是算最久，上久诶，所以讲吼，小刘哥哥一直以来都很照顾，很照顾你。嗯，啊，其实我们知道说这四个啦，包括于天于大哥、洪荣宏，还有刘福柱刘大哥，还有陈金，嗯，这四位啊，在你的心目中，你感觉多一个是甲你上配合的一个名节目主持人，你感觉讲这两个人默契上介好，上赞。因为吼时间较长，所以讲默契呢一定是十足。对。小刘哥哥，哈，老合作，对哦，老合作。而且我们两个人唱歌的那种感觉就，也干嘛讲哇就白。所以讲你认定讲你心内上好的节目主持人就是老合作对了。对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真心梅心目中最理想的节目主持人刘福柱先生。好，刘福柱哇。我们来走啊！我的端端都阿问讲哦，伊含虾米人主持上该控比上吧，默契上好，是讲阿个人立名啦，对啦。哦，安尼我走无意思，安尼你算得奖啊，啊有虾米感言要讲未？哦，无啦，我无话通交代，啊无话通交代，我感觉真欢喜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有人伤心，咱就真欢喜。哇，再度谢谢小刘，谢谢，哇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阿董。大哥，凡哥，是安哦，我种这个兰花那死去啦。哦，兰花那死去，兰花这个是可能最压了伤济一块吧。那兰花那死去。大哥，赶紧讲，兰花哦，小刘哥哥以后会起兰花嘞，以后。不啦，这也只怕你讲哦，你不是等伊啊？不啦，这个兰花你也看哦，一只家呢头壳淡淡安尼吼，哎，袂输吼，哎，都甲人都同款啊。嘿，对啊，你来讲哦。水安尼摸就对了，水搁倒水搁兼倒凹。讲个好意人呐，安尼就讲就对，但讲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吼。啊，这花安都爱徛徛吼，啊花你安尼天哦，啊你看，啊这叶啊，就说片啊，安尼叫做要去哪下呢？啊这边弄啥？这我专门的。啊对啊。这我专门的，这应该变我。你不是要等呀？你不是要等呀？我啦，啊，这公路这我来啊。哦。哎，对，你唔去人家叫我？无啊，叫啊叫我叫等。哦。啊，这想到来增加安尼想咯。啊，这路增加唔正惊伊啊哩。哎。吼。啊，这水伤济吼。这通水无好啦。嗯。通水无好。哎，你足无聊，你着人主持节目，你无代无志，提一个台花出来，你害一个人，我爬来爬去，你啊。对啦。啊，搞一个啊。好，好，请教哦。好，安尼好啦。嘿，就是这场会讲一个怪怪的当物件呢。嘿，就等你本书人来滴。好，多谢。好，安尼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我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安尼
变起来先咯。我再我都看不到，我都无多，我都没调啊。我都可以，到底您何主持嘛？别，我标记。欢迎捧恰恰。是彭恰恰来到现场，我们给掌声鼓励鼓励，发下鼓励。啊，想袂到咱碰过呢，最近我那伫热天要来啊，哦，安尼拍个奥密码呢，是啊是啊，吼、啊哦。一般咱来看了碰过哦，你刚刚哇，你好你好你好，野猪起节目实在有够好，是啊是啊，吼、哦，野节目来的收视率有够高。没有没有，对啦，你知啦，我知道好啦，我知道。知啦。对啊。啊碰我跟咱的交情拢真正好啦，嘿啊！碰你最近那变成形体啊，你哈！对对对，来，先给大家问声，哎，好好好，小控制，来，碰我跟大家先问候一下，来。奇怪，你今天你怎么来？今天看了飞机有咧碰这车呢？这敢那不是碰这车的款呐？真行啦，不过不是嘞，不是那头毛真长啦。这应该是，看这个脸，那白云吧？啊？唐诗咧，这是少人雷争诶。靠呀，你彭恰恰走啦！哪咧介绍彭恰恰？你咧怎搞？更多古话啦！我你讲彭恰恰，你安尼凊彩化妆，伊就要出场哦。伊脾气我不好。哇，伊大牌诶，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呢。再怎么讲，他也是这个主持界的一哥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一定要再度隆重的介绍。彭先生特别劳力，这边转。演技可用演技了。好 ，Ladies and Gentlemen。介绍我们国内的一哥彭恰恰。今天不再是彭恰恰，他都在搞咩啦？姓彭恰恰，当然，这才是彭恰恰对啦。是啊，是啊，那这是彭恰恰。哎，彭恰恰皮刚两坑在大坑，你不看？哎，彭哥你好，彭哥你好，来，彭哥跟大家问候一下。那种白宫为什么？我唔好讲，有让你大坑的鼻涕，这是安怎？无啦，这个伊的特色啊。哦，这咪彭恰恰？这唔是啦，这个馒头吹起来，叫白水用乌起的，是彭恰恰。哎，你主持也敢讲算好呢？哦，你看得出来这是馒头？啊，无这啥？我那看到是彭恰恰是安怎？靠腰啦，唔是介绍这个啦，后台卖乌人贴啦。大家碰狗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欢迎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碰狗，碰狗，是啊，是啊，一句话送给恁两个啊，多一句话，真正是恁姐啊，你多起来。是一句话先喏，那听了怪怪先喏。头前捌了，后壁是咁要赞袂掉。我哪能？看狗啦，哈！馒头冻两空啦。这对台来宾那是款方式，不是啦，我就是讲找一个物件跟你较共的迄种的安尼啊。我是讲介绍较话好听，话两两话，讲至少当时讲为着我要来上节目，讲跟我开会，你知不知？对嘞，我用那只两两开会了，开会。搞我那是算偌久，算到直接上因老的，你唔知影？你都要找伊条，伊条一个馒头安尼，一个黑大粒的，特别脆，特别脆呢。哦，而且你介绍咱嘛无完整啊。安怎讲？你讲英文，唱歌，唱歌，主持节目，你无讲你写歌，写。抖音有讲，这条小歌你无讲，这条歌是你写的嘛？你卖讲这条歌，嘿，恁都系钻石，我的点长袖，这条你写，嘿呀，哎呦，哪搞钱喏？彭张灿都是伊忘掉啦，哦，就是我，是你写，书刻拢是你写，叫伊个呀，伊个，我来感觉书刻好，刻个歹。你讲，你讲，你讲啦，书坑未歹，咱两兄弟哦，要个家伙，你讲对不对？要个完整，哎呀，对，好。所以难得请了碰过来个现场，你讲呢？有影嘞，真正优秀。头先恁只带起来这条歌嘛好听，那有影。有影，哎，其实你带你出这个唱片哦，阿未好伊在康康唱的时阵，你可以主打主唱嘛。对，嗯。迄阵啊有单吼，佫无甲对来演奏，对啊。我要听王彩华讲过啊，伊讲你啊，恁只带起来，打烂。打烂打烂，你的是安怎我会拢唔知？打烂打烂，打到足痛啊！你知无？好一个人坐伫遐咧用打呢，嘿足艰苦呢。你这人哪会叫歪人啊？阿仔，嘿，即个嘿，王彩华讲的，我跟你的收视有0.7呀。你哪里讲？有啦，0.7都有你节目，我来放炮啊你。你的节目爱认真做嘛？我节目讲什么问题？你始终对人家硬后边嘛？那我对人后边？那有啊？你不是10点的？
十点半，十点半，十点半啦，十点半，你讲十点半呢？十点半，好大点来九点半。好，无时间，无时段。你袂使对你个黄金夜总会后边，我对条条，唔是啦，这个棚，嘿，较早阮伫只龙影，对，阮无爱滴啊，恁才来。那你讲，你以前带过要弄这个节目，黄金夜总会啊，嘛是大家对啊对哦，以前咱拢到顶了，拢到顶了到顶。哎呦，你是讲阮拢无改变过？无啊，搞对。好，嘛是黄金夜总会。好，咁是是啊，黑掉呢？虾米啊？虾米掉？火音。猜叫啊！现在避风头的来者来者，我讲避风头，你啦！我什么时候避风头？拄只我伫边啊听，感觉咱叫唔闹开就真忝啊！又个来闹开哦！你拢听无？咱请一个特别来宾来，甲咱闹开就对。你为头壳要叫闹开，你唔知影？你就爱出面啊！我的脾气你了解？我了解。什么一个？我要什么都？嘛，你边小看下。比如大平人讲，你拄啊讲话形体，敢那真笑到会反的哦。这个棚较早你的啊？无唔对，这中影啊，大家拢知影。这较早上早是我伫这个地沟人咧主持这部，你唔知影？我伫迄台咧做王的时阵，你还搁咧上坡呢，你唔知影？迄是我带你入去迄台了后，我呢离开，你才做王的，你唔知影？乐队安怎你的？迄是我的经费无够，无马摇摇要来，我是无要来呢。和音大小百合要来，我嘛是无要队呢。你唔知影，舞蹈马来嘛无死，我敢咪用这团呢？你都唔知影，你当作聊天，你硬硬偷板板啊尔呢？讲啥物话啊？有影诶，讲会知无？哇，你都讲得真好呢，我来感觉你才是真正讲想了解咱这节目内容的人。来来，我唔知，我唔知。对啊，你也卖生气啦。有当人生的过程拢有当会出错啦吼。是啦，刚刚个肯嘛。啊，既然你也来个现场，卖个生气，啊，继续安排啥物歌来？我咩啊？啊！即马，我唱歌唔是我咧唱啦。你唔是特别靠要跟我来宾呢？啊，是你来宾哦。你不跟你徛住。靠腰啊！你讲啊，来秘书啊，足好睇。是你来宾对啦。唔是，你讲个好不好？我心里硬，靠我跟他提高两好心啊，你对不对？哎，你这部开播了，我冇看出是美国先美加严重啊。唔是啊，你人家是特别来宾呢，你不讲欧陆讲美加呢？不是，讲了足贵呢，我系特别先嘅。我这，啊，老师我唔对，你跟我特别做，你叫我咧提我先，我咧今日提我先啊。哎呦！人阮那是谎报呢，阮暗盘呢，但恁这还要收啊？好，阮只好啦，阮那不担心啦，你连家做做等啊，袂啦，你安心啦，家做事情，家做事情。我嘛是家做几日单，分做六个半点钟安尼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过贺大哥，你头先讲安尼哦，好，敢那袂输帝国人红心呢？哎，无你咧讲有道理呢，真的。我咧想啊想，侬咩啊？你想到好好啊，迄个亚中伟，你想到做个？对啊，你现在做，你现在离开一代。唔知有一挂代志啦，啊，就欠人钱哩咧。头家有甲我讲，头家你个姓，有传真叫头家，啊是是，啊就伊文笔真好啊，是啊，张总，哎，第一行，哎呦，县正流落街头，不是，县正空荡其中，我不讲流落街头啦，你家己写，你家己别记啦，三餐不济，哎呦，荣华兄，哎，请伸援手，哇，任何节目小弟不计较。哎呦！我张总啊，看了真感动，感动，感动，我悄悄把单调。这段你唔知？算我真正咧对我。无啦，你故事伊报的啦，总有可能。我伊报的啦，伊报讲唔中个啊，啥个从意思啦？伊问我意见啦，我讲哎，着悄悄单调，咪用看，咪去用看到啦。过你，今日唔够笑。你慢，你讲唔对啦。系啦。但是嘛，是无要找你回来啦。无怪我种奇怪，只来白海就叫什么黑话句啊？唔是啦，这其实爱讲好清楚啦。吼，是安怎样讲好一项的外送？啥外送？啥人乐队的外送？啥人话题外送？好音的外送。对，这讲好清楚。吼，你袂使讲干一个节目讲独霸迄个时段。有影。那你分一寡资源出去。对，恁的收视率一直关起。哎，对不对？所以是的话，爱讲较清楚咧。我顶下就是喊你讲这，讲到尾离开另外一台，现在。别，即摆你讲的拢是欧罗维，欧罗维拢无问题。是，这属实，一定啊，就是去阮遐讲这件代志，一代都啊干扰掉。哎呦，这多严重嘞呢？不，啊你未使讲咱另外一代无好啊。你知无？一代我知。麦个逼。哎呀，一代有来电啊！我这逼这你是咧，我无讲爸啊。麦个讲啊。你讲好，有当好。
那我听讲，分机才是挂，危险讲一挂。对，不过你咧讲咧三，啊，你咧讲恁哩台，你讲啊真恶咯啊。恁台哦，哎，中诶，系啊，好，三粒安尼好，大家听了真欢喜啊，互相本来都要捧场啊。对，爱讲好听话嘛。这有啥物嘛？这有啥物？这是力量的扩散嘛。哦，哪里有哪里做节目？啊，总办理有得罪时阵吼，啊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那是大家玩笑话。那为了效果的问题，但是讲拢属实的。嘿，无啦，无笑啦，无笑啦，好笑啦。所以讲，我彭恰恰，你看麦，伊做节目，又做嘉玲姐，做导演，做主持，又搁出唱片吼，又搁做作词作曲啊，导演啊，我真真搞笑喏。哎，这是你这无你人哦，你做一行就好啊，专业就好，你先啊，咱无啥啥，你不懂啊。这讲的是人类的悲哀啦。哦，你恁拄啊介绍，赶紧搞出来。对，啊，咱就先做安呢，你若无会样遐一行，那是变哪去了？哎呦，哎，你先做安呢，也别。在阮以前啊咧出唱片的时阵哦，捧恰恰这种卖公算缘投啦，咧算歹迄种的。啊，你领导你安尼是你上缘投？哎，你遐靠你讲，你要问这个人是咩回答嘛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要讲问这个人是咩回答啊？哦，不明个。伊会出来做歌星做艺人，表示讲缘投伊上缘投啊？哦，对吼。啊，现在我对啊，对吼。现在我，阮这小弟哦，平时也唔捌出来讲关的。会。出来惊着，以前工厂有诶。你看人家，人家葫芦我捧着，恁姐带起来名声头前。啊，有钱到哪里钱了？冇，不是蔡琴，不是啦，蔡琴啊，蔡琴报啦，普京蔡氏蔡琴啊，哎，蔡琴葫芦团啊。所以讲，咱家唯独个人无讲，说咱家真正有现场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，咱家就是来看咱的艺人的表演。这主要什么呢？过来来点歌。啊，是是是。啊，有点歌上重要。所以您爱听什么歌？会使在这个单元当中，好好来给艺人点唱一下。尤其彭彭恰恰呢，做这部为较早个钱嘛，十万年的经验，八个关呢有六千几地。有影，未记的差不多六千。啊，我是不会。你记得好歹。我外号叫瓜本呐。哎呦，我外号叫瓜本。我外号叫烟斗的。你外号叫大片。我唔是，我外号上网点击台啊，点击台啊，那个对啦。来，啊，我们先听几听什么歌？来。观众朋友，人赢麦古就使来点歌啊。就以真善的小姐哈，来，喂，啊，这边叫我，这边叫。那模仿李登辉唱《两只甘蔗片片唱》。两只甘蔗片片唱，就是两只吼，两只水果吼，他妈的，他妈的，啊，对，不是啊，两只甘蔗，甘蔗，两只甘蔗，哦，两只甘蔗，啊，那片片叫啥喏？不是片片唱，片片长。白白等哦，那是那是一条这个客家歌曲。咱播心转客家朋友嘛，客家朋友。对，客家朋友啊。比如讲，两只甘蔗，通用一头嘛，赶快一头嘛。你这可能写瓜熟了一下呢。两只甘蔗平常，不知哪只卡有糖。两只牛落去吃一下，一听来两只卡有糖。哦，啊！你咁样讲客位，我小看也少少啦，啊，少少生话啦，你讲咩嘢啊？小看，麦镜麻烦你麦镜。哦，我哋自己唔是啦，自己唔是啦。所以讲棒球，咱咪是不接过。是，唔是你这，先啦，要提麦镜先啦。你讲李登辉啊？对吼，用李登辉，咱的李总统来唱这句这个客歌，我多不？这首较困难者。我先鼓励一下，来。哎，李总统，哎，总统好，总统好，现在啊，这个不要跟我问好了。哎，啊，我现在啊，为了这个是阿强啊，这个反婚烈火啊，会很讨厌的。哦，这袂使呢，是不是啊？这安尼袂错。咱台湾人爱做咱这孙呢，咱自家的主人嘛，你讲是是是。哦，对。所以三二六啊，大概是一定爱做这孙呢，才卡出来了。哎。做总统，咁爱对客户爱了解吼。即阮即族群啊，拢爱去改名功能歌嘛。啊对，太家好啊，太家好，大家好，爱定会啊，太家好啊。哦。会通嘛？啊，要客歌名曲。小蛋，我去瞧着无？哈哈哈！哎呀，生了吼！哎呦！怎样？哎呦，好可爱的！哎呦，双胞胎吗？对，双胞胎啊，几岁？几岁？五岁。那啊，那两个喜不喜欢那个叔叔？彭佳佳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长得帅不帅？帅。他跟我那个中间穿黑衣服那个彭佳佳帅还是我帅？都是帅。哇是啊哇。小孩子不能说谎话。通通帅，拢妈妈在讲的啦，嘿呀。别紧啊，那你这么子咧。好，阿伯点什么歌？请彭佳佳黄那个诸葛亮。
我问杨凡。哦，诸葛亮用诸葛亮来访问杨凡。用诸葛亮来访问，出这个怪招先啊！哎，安尼嘛是好哦。我较早对诸葛亮真久嘛。啊，你即马个访问哦，看袂安怎，我伫边啊大圆场个，安尼唔是。哎呦，我你讲诸葛亮哦，我只什么道具拢有，打我，有打我嘞，嘿，佮等你别来。哎，别惊。你即马贵哦。唔对平啦，对唔对平啦？哎，朱大哥你好，你好你好，朱大哥你好，朱大哥，林老卡好。哎，对，谢谢，这个杨凡啦，杨凡，还有爱情列车长，好不？哎，城市猎人，嗯，哎，杨凡，杨凡，女孩都一起回啦。新老卡好，朱大哥，我多给你给恁母啊问好啦。朱大哥，嘿，恁爸一世人上不爱访问这款的，嘿，伊讲一世人哦，上不爱甲这种吼，哎，谁都引导迄种讲话安尼，但是我是感觉讲还好啦，买啦，迄段。拍摄朱大哥嘿，一顶鸡头毛迄度也买。我来吧，对，这真的啦，真的，我先得外公，没。你老啊，你安尼生咧直直好咧，那你怎么？我什么？我今日发现你，我刚刚抓住。朱大哥，我这顶头毛是真正真的啦，是真的啦，杨凡未败，好未败，这个音。这个囡仔袂歹，朱大哥，我知你意思，你是讲讲，你较无爱访问像我这种，吼，唇红齿白这种个对啦，嘿呀，这种个。哎，足侪人甲我问个，我拢是讲，伊拢问我讲，啊，我想怎奈皮肤保养才好啦？因为阮妈妈拢我食瓜果较济安尼。伊讲唇红齿白，伊就讲哦，迄红牙齿是安尼。啊，你妈妈是拢互你食啥？瓜果较济啊。瓜果是水来，瓜果混过来水来啊。嘿啦。啊，你意思是讲，阮妈妈拢我食芭乐？人啊，靠！这块根本就是卡。当你啊，你是食啥物件？食个皮肤遮尔水，我拢讲我食。恁爸拢是食恁母药。我拢食瓜果用，安怎？恁爸拢食炒的吧？哈哈哈！啊，诸葛亮啊，是朱大哥是咱这个演艺圈的传奇啊。不一样嘞，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。最近贺大哥会有今天？哇，真的，马不低。99%是因为诸葛亮，破诸葛亮。今天我师傅了，今天我师傅。伊咧讲我真正是艺术，而且我讲伊从来冇咧闹粗的哦。唔怕闹，伊是话较爽，头脑嘞。诶，较透，但是啊，伊所有物件咧拢真艺术。诶，你有感觉伊拢有迄落安尼慢慢啊来啊，酝酿一个故事，迄个感觉，对吧？啊，你地遐尼固定，像你讲伊袂讲只粗，像你那种爱讲只粗，讲粗先啊。因为，无咧，我都讲过说，迄种是另外人出来，你敢知影？哎呦，我本来我是一个大学生呢。你大学生啊，今日农业家教位置吼，我嘛教袂错，我先刷退出关。因为我就是安尼叫杨凡华人，我不能我人袂安尼啊，对不对？你杨凡到底安尼？我能讲真实的，虽然贺一航咧讲话有小可有较黄、较粗一点点啊，但是观众又真爱听咧。你下个气质啊？不要，这是为啥呢？对，你讲我是为哪演的嘛？因为人去爱听，我尽量配合人讲，对不对？对啦。那讲恁两个今麦搭配是哪一流的？啊，不一样啦。恁讲正经的。诶，阮这节目，像阮两个，他都已经批评讲阮这节目好歹嘛吼。啊，那阮两个主持的，我需要改进的所在不？报告。你安尼讲，尽量讲不要紧。阮度量真大嘿。恁今年有想要报金钟奖吗？诶，卖今年哦。会使报啊，绝对要甲试看卖一下。就迄个歌唱综艺节目就甲报落去。就是啊，会入围我随在你。对，你安尼讲哦，意思讲阮的节目质感也无够。但是你的节目我讲哦，国台起码弄了几位。有影哩，每次讲我来你看收视率表现很贵。哎，这钻石点上去，哎呦，本来伫右岸，向我跳过来左岸。观众朋友怎样？倒屏就一名甲第四十名，啊正屏就是70名甲80名。哦，迄刚爱排名有入榜。对，代表讲这节目差不多超过0.5以上。是啊是啊，咱的电视拍几啊100几台呢？大概你本来一点的收视率呢？对啊，本来我拢是正平一平，差不多40名、50名、60名、70名、80名。雄，跳过，直接跳过，好跳到20几名去。嘿啊，啊我等下，嘿，等下我跳起跳起了，跳下等下，跳下跳起，跳下等下。嘿，这问题是出恁两个，哦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我是别制作人。好，阿
狗当迄较早听是黄金一种，我咧哎下大字报啊，当你嘛怪你叫阿狗，嗯，猴子做呢，阿狗当你啊，活佛家，猴子就是你叫，我较早叫阿狗，较早跟老老共挂的嘛。对啊，跟道姑啊，老老跟道姑，而且咧跟哎呀，不也做演员啊，爱做些做人啊。以前了，孙悟空是多些节目来底，都已经服务过啊，不做个提大字报。是不要恁俩？较早讲的，我搁对遐尊敬。不呀不呀，我下天下玉玲珑，下个出车就是伊啊。对啊，伊玉啊玉玲珑的伊要输啊一下。哎，我这里哇，啊那个沦落姐姐不？温好啦，温好啦，我才华袂歹啦。不，所以讲恁咱做就敢那兄弟啊，咱的节目敢那兄弟节目。同款啦，同款啦，那无分啊你啦。看人家看你拢同款嘛。不一样啦，对对。今天刚来啊，出啥地用啊？对不？是在阮桥啊哟。嘿哪嘿哪，嚯，你真歹桥呢。那刚才上贵节目，谁来讲？爱唱做这歌。上没上，是人去买上贵啊节目。贵节目，讲贵节目，贵的节目。我想上没上的贵啊节目。那梦想，那梦想来好梦的。对啊。哎呦，这以前哦，想到无信心。以前哦，以前总是讲家己蛮红嫌贵，你知不知？有人跟你嫌贵哦。有啊，台湾北。有人敢爱嫌，嫌贵讲你的歌无好啊！我之前出唱片，你知不知？对，出过两碟专辑，哦，三碟合集，两碟专，三碟合集，我分无半仙。想到是卖无好，分无半仙，是钱用拗也是安。不，这我讲大家唔知哈。对，一般歌星先呢，出过三万张超过之后开始抽钱，差不多了，一碟几块呢？啊，对，一碟一张五块十块拢有啦，我阵的四块啦，还四块。啊，拢分无半仙，你看，一切地分无半仙。就表示讲，咱的唱片卖无个三万地，五张加起来无三万地。哎呦，那真凄惨。嘿，所以咱的家己无信心的。啊，为了咱家己出唱片，家己写歌，出一碟专辑出来讲，哎，超过三万地啊！是得家己写作词作曲了，家己的唱片内底卖起三万地。天啊，台湾男人呐！哦，啊，那问得出你看啥写歌，互你唱，遐人写了无好啊？啊是运气还袂够。应该安尼讲啦，应该是讲咱家己写的歌，咱较了解讲感情伫倒位。就是啊，嘿啊，所以咱个话都唱出家己的味。那因为碰过的味吼，比较属于那种刚才咧讲话迄种感觉。系，吼，你唱歌啊，刚才你甲朋友讲话迄种，听你的歌，唔想听伊的感情，唔想听迄个高唱甲无高唱。你安尼，你安尼，俄罗斯你咁甜，你甘知影？不，我意思讲，唱歌是听迄个感情。唱歌唱到尾，刚才用讲话讲款，那你咪唱啊？不是，我听讲话出专辑用讲话就好啊。当然你冇旋律，阿冇刚才念歌迄种感觉，人听下感觉讲哇，这人跟我足贴切，足近的。你安尼讲就无法度共我落掉。你阿常安尼讲，人捧的唱歌兄弟，感觉上跟念口碑安尼，哇，非常有感情。安尼讲人个欢喜，你阿知影？啊，以前念口碑了对。我是拢冇咧唱就对啦，我用念就对啦。但是我咧讲跟他比，不是，我安怎讲拢无，你家己来形容你家己好无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我咧唱歌跟阿咧讲话同款。对啊。不是同款吗？不是同款，还怪啊你这！所以讲有当家己，所以讲你的唱片跟你这专辑内底，哎，都卖超过三万碟啊！有啊！哎呦，真贵啊！啊，内底上好听都一条，啊是找无？啊不，不是，啊是逐条拢好听，拢好听，逐条拢好听，逐条我家写拢当然好听，对，家己的物件拢刚刚好听。无你，你即马真是唱片已经出来。你拜托，你想，哎，你想了解无？什么已经出来？你想问你做主持的未？不是，是长得出来嘛吼？你是两个人拢了解我徛好半年以上啊啦！啊，咱拢无听过这条歌。无啦，阿姨，你这出过年刚出到海啸，伊是要怕怕怕怕讲无被当被。不是啦，东西半年就已经出这条唱片。宣传拢上大节目，小节目无来啦。哦，阮这条叫小节目，你懂？对，咱这小水流。那演唱会闹才招人，有在店里边么坑咧拜六礼拜，啊，所以你出半年啊卖三万地就对了。哇，你个囡仔有一人我都买遐济地，靠腰啊，不是一人买啦，亲戚朋友都在捧场啦。靠腰啊，后边遐，就提菜市啊送啦，真正菜市啊送。今仔日冤家，不，但今仔日我正好马上坐游览车来哦，透早就出台啦，对啊，主要是来看我呢。不依然在我心深处，包青天，大雨一直下，过来，
没大没小，哎，各位，没大没小，抱歉，我是个容易上瘾的人啊。哦，我哦，对，对不对？我迄几啊条中啊较无红啦。是。大家印象深刻就讲，迄阵那瓜哥的唱起，你依然在我心深处，迄条真正赞，因为景瓜嘛。是。伊在录音的时阵哦，头家吼，就在伊录音室外号咧听。嗯。伊知道我是录了时阵，老头家目屎安尼，马上来拎拎过啊。嗯。吼，这个真有感情。太感情。不是啊，伊讲这点唔知要了偌济。哎，今天卖国光哈坐了，时间好关键，我们坐车坐一下远来。对了，你我是听什么歌？金龙点的，给他压唱的。你真有勇气哦！哎，好来，要听什么歌？来，国哥，哎，拢无人压唱呢。哦，你这叫无听，侬发那五十。哦，给人。你侬发那五十间的来啊？五十间的。好，小朋友啊，小朋友，什么歌？好，点什么歌讲没关系。周杰伦的双节棍。周杰伦的双节棍。哦，啊，这个朋友都搞掂嘛，今天呢。好，马上为你演唱哦！马上为你演唱哦！唱你牙声，我是长得像周杰伦吗？你长得像双节棍，那双节像也要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多周杰伦双节棍，哎，梁红家其实你安尼很闹亏。不给，我们先收集好了，再看看他唱什么歌。哦，够了，点歌很多，点歌的很多人还。好，这位小就欧尚，哎，来，蔡依林的《看我七十二变》。哎呀，我这里歌好听。没事，我们先收去听听看嘛。你是不是想开掉了？我就想点歌，我们不能放弃大家权益。我这边哦，我这边，仿若年纪大稍微大一点的，我想，哎，我这样去，哎，下面，想厝的人，下人高阿碧，下人高阿碧，下面哪个瓜？这杨忠宪的瓜。哦，不是吴宗宪。先收集嘛，收集歌嘛，收集歌。对，吴宗宪我是不爱唱，杨忠宪的。杨忠宪的。哎，还有什么歌？这个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播了，哎，我安排个这三条呢。七十二变的意思。七十二变的，我是比较变的。七十二变就是讲行行贵奇怪了。哎，对不要走，我不要走，你是无问题，我对不要走。对不要，不是我不要了，我对不要了。很足气哦，因为主持节目，因为靠宅太厚，欢迎太低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忽略我唱歌的才艺。我要，所以白冰包青天光多些呢。不是啊，我来啊，等下过拢我唱一遍啊。你这爱讲咩事哦？我都时间拖到等下制作单位交代呢。好啦，拄啊好料。啊是啊是。锵锵好。我刚咪讲上者。哎，别。我讲两遍呢。不，起码你多少多少。是，顺手吧。这个下回啊。我讲，这个我爸说的对。不是，我跟你讲说，这个下回卖跟别人跟比较，爱家己比较。像咱做节目做起来，爱不管你收视率怎么样，爱家己比赛。哦。家己别人比赛无意思嘛。是的。对，挑战自己。就是要点唱秀，大家比赛，那比暖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继续说。比暖来得最上好。对，都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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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